元气满满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先来看下这两天的作品，画到我老眼昏花，能不能看出来这是个啥？好了，我要换衣服录视频了。穿什么呢？我决定这个夏天都是这个发型了，太凉快了。来看看我的小冰箱里还有什么好吃的。不用我多说，大家都认识了吧？拳头大的雪媚娘，开吃，抱抱点儿。啊，三口一个太爽了。这个芋泥我做的那位二了。黏了呼吃，像大鼻涕一样。啊，我还是吃个雪媚娘吧。不好意思，它太黏了，让你们见笑了。晚上直播间吧，一定要来哟。